罗大哥的肺活量真是太好了，天天走山路，是不是这肺活量？嗯，每天早上跑到这里来，完了这里就把那个卡打完了，打完就在这里休息一下，吹吹口琴，吹吹口琴，嗯，就再回去。大哥，你现在干护林员，特别是这种人少的时候，自己来巡山，会觉得自己有点孤独吗？走在路上？不会，我是一个人，我也不怕。我反正每次到了那里头，还有两个点，一个是东坑啊、漏神啊，那里是西坑啊。嗯。到里头信号都没有了。哦。哎，手机打不出，接不到。嗯。我每次都是一个人。嗯，有一种那个自豪感一样的，哦，有成就感，有成就感。我们还专门给大哥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，一个保温水杯，因为冬天来了嘛，还有一个护膝，因为您常爬山路，然后保护一下膝盖。对，因为山里冬天的话，它那个露水比较多。太感谢了，我们那里采的那个偏发黄的龙须草，这个是龙须草，龙须草偏一个发黄。哦，大哥在山里面真能发现很多宝藏。哦，还有那个呢，礼物送给你这个，谢谢。大家展示一下，其实你可以埋伏到这个草里，完全看不到你。